接下来呢，是由比赛团第二小期的小朋友要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有名的意大利创作歌曲《O Sole Mio》，那中文翻译就是《我的太阳》。有人说呢，这首歌曲其实可以算是意大利的国歌。如果你如果常常听过以前有世界最大的高音他们的演唱会，这首曲子是经常的出现。而且呢，这首曲子通常现在因为非常的流行，所以它也被翻译成很多国家的那个语言。不过大部分在演唱的时候呢，他们还是习惯用南部里的方言来演唱。来欢迎张君雅老师以及比赛团的第二小提琴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演出。请我们的小朋友来献花给老师。